估计可爱程度最高的应该是贾玲戴的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可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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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耳机都已经戴好了。第一组挑战，来腾哥看一下，你要传递的词语是。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挑战开始。五字。开始。那个高速公路上那个收收费站的那个人，五个字啊，五个字，五个字，花花说了一长句，花花说了一句话，对，但他明白是啥意思了，这么快，看到你这会不会折了？嗯，坐班上班坐请售票，售票，请进，五个字。地铁，地铁，请进。开车，请进。地铁，就说会折吧。折了，果然折了。耳机可以摘了。这声音好吵，什么都听不见。就这样啊，我是半蹲的啊。请进，不知道啥玩意儿啊。然后，然后还有这个，可以了哈。可以了，特别自说自话的，可以了。差不多嘛。你明白了吗，大哥？我没有，你明白了吗？我明白了。半蹲着坐着的。半蹲着坐着的。那这样。然后，那个厕所收费的，厕所收费的。你快走，你快走，你快走，快走！然后开车，开车，快走，开车，没了吗？没有了，就这么多。什么？好了，到小童了啊！小童刚刚可接近了，可接近了。什么呀？就这样。本来我就觉得，搜搜搜，一共五个字嘛，对吧？五个字。你都不知道几个字儿，你在传啥？我以为传贾玲也没跟他说呀。我说了呀，请看回放。答案是什么？动作都没毛病，动作都是对的。就这个动作。就这个动作。然后呢？就没了嘛？就这儿，然后嗖嗖嗖开车。就没了，对呀、啊。确实就这么点动作。你们猜出来了吗？我再比一次可以吗？行。怎么突然这么要墙上了呢？我觉得他的点应该是那种吧。那来五个字儿，小童。收费的。五个字儿。收费的。五个字儿。怎么回事？不是，这是董事长的女儿。对。你以为他怎么有今天的？五个字儿。收费员。五个字儿。我都受不了了。五个字儿。知道为什么要选人了吧？你以为把收费的换成收费员就变了吗？变成五个字了。不是不是，那个公路那个高速的收费员。五个字。六个字儿啊，你要。小唐。是你想通了吗？为什么你父亲不把这些钱留给你？那我猜对了没有？说一下，确定一下。高速收费员。蛇就蛇在他这儿了。嗯。搜搜搜啊，一般只节假日没有收费员的时候。总有收费员的时候。对。搜搜搜。接下来咱们这个品牌销售团队啊，来来来。哎呀，就看他们这个表现，我觉得我们太没有问题了。哎，什么？薇娅也加入啊，感受一下两队实力。加油！啊，我来猜。我的天哪，薇娅好辛苦，就是。好，都戴上了啊。杨迪，来看一下你要面对的题目。哦，这个，这个还简单的。简单简单。哎呦，这个好难啊。挑战开始。两个字。这是什么？
你看，这个其实猜出来很难。神经病，痴呆吗？这还不好猜吗？两个字吗？两个字，我是什么身份？我是什么身份？我是什么身份？不看节目的吗？他。杨迪是什么身份？杨迪是什么身份？不是。你得演，你得把他演的演一遍。不是我。哎，注意时间啊。跟杨迪有什么关系？他说是这样的，还夜演这么好就毁在第二半，是一个职业吗？对啊。怎么还能提示对呀、啊？两个字。哦。查五了两个。小猫。耶、yeah.。魔法师。两个字。数学都不咋地。耶！哦耶！好，最后一棒。两个字。两个字。嗯。跳舞。跳舞。跳舞吗？不知道。我觉得这个问题出在第一个人身上。我。对，这个。两个字。想一想。就两个字。好，时间到。嗯。是不是很难？这个其实猜出来很难，只是我们这排人的岁数可能。关键到丫丫那儿，我一下就放心了。你先尝试着说一下你认为对的答案。刚看第一个就跳舞、蹦迪，嗯，再开放一下大脑。职业，健身也不对啊。这样吧，杨迪，刚才给我们了一次机会，我们也给你个机会，对，让丫丫再演一遍。他跟我说的是。我是什么身份？哎呦我天！然后他就讲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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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不耳熟吗？这个旋律。菠萝菠萝蜜，菠萝菠萝蜜，不是菠萝菠萝蜜。丫丫做的太美了，薇娅应该猜不出来。杨迪，我们再给你一遍机会，你再展示一遍。噔噔噔噔噔。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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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一开始理解为加气儿的那种，就是打气的。你完全没看过这个舞蹈吗？这歌也没听过吗？没有没有，是不是教练？我是什么身份？喊出我的名字。都这么提示了，杨迪呀、啊，不是，不是，给我请四位巴基斯坦的朋友们，姐妹们，我们是101。女团，天哪！直接，这，不算了，后面。我问一下三位巴基斯坦的朋友，如果是女团，你们怎么比？我肯定先要告诉大家我的性别，所以我先会演个女团。那再演一下团呢？团在一起更难猜吧？现在两队第一题都已经比划完了，问一下薇娅，加入到哪队当中去？选我们，我看衣服啊，我觉得对啊，很像姐妹组合，是的，一点差点说女团了。所以你加入我们的这个金牌销售，对，好， yeah! 我觉得挺讲义气的，明知道他们已经不行了，还留在这儿，我觉得。还有机会吗？还有机会。好，来，两队互换一下啊。沈涛，你终于跟我们一起玩游戏了。我不玩，我们会有巴基斯坦的吗？不用，丫丫姐上就可以了。丫丫姐，这个来自巴基斯坦的朋友。那王牌集团呢，是一个国际化的公司，所以每年都会有来自全球各地的实习生。今天也找两位来帮助大家共同参与董事长职位的竞争。你也是个实习生，点头点的跟个老员工似的。
把参加这轮的两位外国朋友请出来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Hello。大家好 ，My name is David。我来中国三年了，我在中国吉林大学留学生。我的中文名字是甄璇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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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我的中文名字是甄璇。怎么写这字儿？那还用怎么？完了完了完了。璇了，确实璇。大家好，我叫 Josie。I work as a musician. I'm a singer of a band. 他在中国工作，他唱歌和跳舞。天哪，你还帮他翻译？甄璇，你很棒。他还是二号靠谱些，对不对？我觉得问题都不大，肯定都传不到后面去。你第四吧。好，这轮好，这轮我们要开始传递的是各个公司的奇葩口号。我们请狒狒把第一轮的口号给花花看一下。啊，这么多！妈呀，好多啊！什么？这么多？好，传递开始。只要精神不滑坡。办法总比困难多，今天工作不努力，明天努力找工作。加油加油，你最强，加油加油，我最棒。完了，会不会有点太多了？再来一次啊。只要精神不滑坡，只有精神看桃树。办法总比困难多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哦，今天工作不努力，今天工作不努力，明天努力找工作，明天努力找工作。耶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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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最强，你最强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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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最棒，我最梦，我做梦。好。可以了，记住了啊。哇哇哇。今天工作很努力。今天工作很努力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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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了。忘记了，忘记了。办法总比困难，勤劳工作，明天努力，加油，加油，你最强，加油，加油，你最强。可以了，记住了。啊，没了吗？就当是一场梦，醒了很久，还是很感动。就当是一场梦，一场梦。学了那么久，还不错，不少了已经。不少。勤劳工作，很努力，加油，加油。You okay? I think. You know you are beautiful. Thank you. 都放在一块儿是什么意思 ？OK. 血压正常。今天工作很努力。今天。今天。今天。Today. Today. Work. Work. Hard. Very happy. 今天工作很努力。今天生活很努力。也行。加油。加油。哎。今天工作很努力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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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。OK， 可以，还不错。沈腾老师很满足。看一下最后一棒传递。Hi Hi， I think is 今天中国强国力。咱来下来也。今天中国强国力。今天尝过强苦力。OK I think OK。没了，他没了。这么说吧，前面好像有100多个字儿。我觉得咱先发挥发挥。纯想。今天尝过强苦力，朱古力。今天尝过。今天如果不努力，
哇，明天，喂，对对对，明天怎么样？今天如果不努力，明天回家去种地。加油加油加油，努力努力努力，成为第一。一般都会说成为 best。 好的，一共对了11个字。哦，太不容易了。他们也有外国友人吧？两队换一下，有有有。我们还需要外国友人吗？力挽狂澜去吧。接下来这轮呢，是咱们猿辅导在线教育答题时间，把参加这轮的两位外国朋友请出来。感觉不错哎。哇，帅的，我们这边帅的。哇哦。哇哦。来，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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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Hello, here, here, hello, here. 这边这边这这。嗯、完了都。大家好，我叫丹尼，非常非常杭州，谢谢大家。非常非常杭州。非常喜欢杭州。大家好，我叫 Yanka， 我是波兰人。哪人？湖南人。波兰。波兰。哦，波兰人。在中国已经4年了，现在做市场部经理，在一个 VR 的公司。哇。啊，不就你第二棒，你就第四棒，好不好？加油啊！菲菲，把这轮的口号给安迪看看，也不少。这个。这叫口号吗？还好哎，来呀来呀，来一遍。好，准备好了，来传递开始。听啊啊，来呀来呀来一遍，来呀来呀来一遍。哎呦，哎还可以。啊 yes yes， 企业真想好，请在早上好，起床早上好。这句话有点想混过去。企业真。企业真想好，请真正想好。这句话算了。踏踏实实搞，当当实实搞，天天做报告，听听听做告，公司好不了呀，好不了，公司好不好不了，好什么？公司好不了，好不了，好无聊，好无聊。来，公司好不了呀，好不了呀，好不了。记住啊，来呀，来呀，来一遍。公司好不了呀，好不了呀。本来人家记住了，这记不住了。就要这两句，就要这两句。向后传递。恭喜恭喜，好不了。恭喜恭喜，好不了。都是都是好朋友。都是都是好朋友。恭喜恭喜，好朋友。恭喜恭喜，好朋友。哇，丫丫好棒啊。我终于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，我们真的不用外国人，安排再好的外国人也没用。公司口号啊，公司口号，公司口号，公司口号。好不好不好不了，好不好不好不了。 One more. OK， 记住啊，来呀来呀来一遍，好不了呀，好不了。来来来来变，来来变。他尽力了。丫丫多说点。哦，又一块难啃的骨头。这才刚第三棒。Come on, come on。恭喜恭喜，好朋友，来来来一遍。好啊好啊，好不了。恭喜恭喜，好朋友。对。然后。还有什么？是几句，应该有很多句哈。就别想着句的事儿，往字儿上使使劲儿吧。大家多说点。做不好就再来一遍。做得不好就再来一遍。做不好再做一遍。一遍一遍又一遍。一遍一遍又一遍。不管咋着，反正挺洗脑的。就这样吧 ，OK。恭喜恭喜，好朋友。恭喜恭喜，好朋友！做不好再做一遍，做不好再做一遍。然后。
忘记了，不好意思。Anything else？ 没有，没有了。好了是吧？来，都到前面来、啊。耀庆的步子很沉重啊。恭喜恭喜，好朋友，多说点儿，会说就多说点儿。随便说吧。今天真的很高兴。来到这个贵宝地，你卖艺啊？你好，我好，大家好。公司口号，不是卖艺。天天努力上班，天天努力做报告。报告有是吧？再给你编一句啊。别打同事小报告。这个报告好像重了吧？好，答案综合考量是对了五个字。哇、wow, 很厉害很厉害，谢谢这两位朋友，谢谢。第一轮最终结果获胜的是王牌家族。小童这么快吗？花，快说！花，你花没摁啊？你我俩先把这权力主动权掌握下来。说，是不是那个？是不是那个拉斯邓斯？咚，是不是？邓斯大斯，邓斯大斯。对对对对对。对啊，就是邓斯大斯，有点像啊。对对，管他呢，就是。啥歌？啥歌？是那个拉斯的。他原名叫什么？拉斯的 dance。所以自私将我眼睛闭了起来，人人终于看到你的眼睛闭了起来。全是说唱歌手，没一个有调的。答的对不对呢？一起来听。不确定，我真不确定。不错了。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回答错误，王牌家族队，惩罚，开始。这么大的吗？好玩吗？第二首，请听歌。哒哒哒哒哒哒，这什么歌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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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是模拟唱哦，哒哒哒哒，评剧。这不是我那时代的歌，我不知道，但我记得旋律。这不是我们时代的歌，你说说。不是评剧吗？不是评剧吗？异动的心，异动的心，异动的心，异动的心啊，异动的心，异动的心。不，什么异动心？听，不是异动的心。不是异动的心，绝对不是。好吧，确定吗？异动的心，他不是异动的心。你看你猜吧。我们选择相信异动的心。异动的心，异动心不是这么唱。异动的心，对不对呢？一起来听。评剧。真叫评剧啊？对啊，这个叫评剧。评剧，评剧吗？不是评剧吗？你以为叫金韵大鼓呢是吗？我们真以为金韵大鼓那个评剧呢。我也是以为那个。是吧？我说，他刚才说了，不是评剧，改成了异动的心。
我打玩这游戏，我就猜对这么一次，你也不坚定啊，哥。我当然不坚定了。文哥，不要接受惩罚，请问此时此刻你把皮衣扔掉后悔不？后悔不？人嘛，不管多大年龄，停留在哪个年龄段，都有冲动的时候。讲不讲究？讲究。我都没来得及看这是一把好伞还是坏伞。下一首歌来，请听歌。什么梦？追梦？腾哥，来生缘。什么？来生缘。确定吗？这把百分之百相信腾哥的。对，确定。是这个吗？这可是雪，这是雪山飞狐，一东西。你唱的是雪山飞狐，我听的是刘德华的《来生缘》。雪山飞狐。咱家庭内部投票。哪个答案？你说的是什么？你说的是什么？你说那个旋律是什么？按你说的。就把包给我。那个什么，雪山飞狐。雪山飞狐。这歌吗？歌不叫雪山飞狐吗？不是不是，那个是那个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，让那钱就叫雪山飞狐啊。等会儿让我们唱完，唱完才能知道吗？不一钟情，差不多了差不多了。一钟情什么情？这严重超时啊。四三二一，什么歌？一什么情？一什么情是正确答案吗？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歌。一什么情？别！一什么情？一钟情。一钟情啊！一钟情。一钟情啊！寻寻觅觅。正确答案，来生缘。真不来人了！真不来人了！评剧，评剧吗？不是评剧吗？来生缘，来生缘。我的内心跟脑子一共一生只能储备三首歌，我今天中了两首，你们。不是，我问你，腾哥，你有什么好发脾气的？最后说定的一钟情可是你，我们几个不敢定了，上次误会你了。腾哥走出来主要还是为了把皮衣捡回去。不是，花花，这歌都是你们年龄段的吗？不是啊，你在那，我错了。咋的？王牌家族准备接受惩罚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我是完全努力够这把伞，刚才那腰带忘系上了。王牌家族准备接受惩罚。怎么还耍赖呢？哎呀，别怪我不够义气啊，这个轮确实不应该教我呀。但刚才两轮发挥确实很好。吓人不？什么音乐素养？刚出了俩音符，啪给你抢！但是腾哥，我只希望你能够自信一点。那达不到。一说就那听你的吧。现在我们这个音乐家族队进行了人员上的一些小调整，继续听前奏，猜歌名。这我知道这歌，但是我叫不上名。没人抢，拍的是桌子。吓我一跳，这什么歌呀？
不知道，我听过这个，我听过这个。我没拍呀、啊，我没拍、啊。小童拍到了。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小童拍，你说吧，小童。你拍的，你说吧。我被晃范儿了，那边爸拍桌子，我赶紧拍了，就是知道拍的是桌子。我们先晃别人的范儿，人家再晃我们去，你咋那么不禁晃呢？酱还是老的辣，酱还是老的辣。小童，有没有答案？没有。随便蒙一个。关键是蒙都没有答案。那个谁的？那个谁的？啦啦啦啦，林依轮的《爱情鸟》。确定吗？确定吗？是，肯定是，是哥，肯定是，听你的，听你的，哎，当然听你的了、就是哎。我们曾经怀疑过你吗？你们有别的答案吗？你们那也是没有。敢给我发表别的意见，我单独给他们发车。这轮都听腾哥的了。我们还伤了一个老人三回心呢。对不对呢？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。树上停着一只。你是什么鸟？开挂了，今天人生中的三首歌已经用完了啊！接下来就不用再指着我。接下来音乐家族队接受惩罚。等一下啊！哪还有等一下的？怎么还有等一下的环节呀？都是自己人呐，导演组的兄弟们呢？音乐家族惩罚开始。我去！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的漂亮，洋葱头。但是接到了，你给他剥开呀，剥开面积还大点啊！沙宝亮，我问你，你有没有可曾想过，你身边还有一个人，你在那转，全在周深身上，这也太损了，这个，这到前几期给我们的，这都算好伞。接下来我们升级一下玩法，听规则。玩法二，歌词倒着念接唱比赛，两队根据 Vivo 的人工智能助理交尾倒着念的一句歌词，正确接唱出下一句的正确歌词，未抢答成功的队伍接受惩罚。倒着念话很难啊，哎呀，我不会记词儿。没问题，花花曾经倒着光听歌没问题。不，但我对文字不是那么敏感。音乐很敏感，但是文字不行。腾哥今年吹草上发挥。我这倒着听，正着听也没人听。我们请 vivo 的人工智能助理 Joey， 歌词倒放第一句，请说歌词。免姓能不忠，逢向路霞年之生有。花花，有生之年，狭路相逢，好像是吧？相信一下自己，你不要被腾哥打击了两下。我把自信心，我这回我发现了，鼓励一个孩子的成长有多么重要。总的，有生之年，狭路相逢。是的。下一句歌词是，我们还要接下一句啊。这一轮的要求就是接出下一句歌词。你才来啊。我就会这一句。我们看中的是我们能猜出来是哪首歌。流年。流年咋唱？我不知道，没听过。来，我们大家一起合唱。有生之年，狭路相逢。这届导演带不动我跟你说。关键时刻地话筒也不好使。完了，我不知道，那先来吧，认了吧。五。等会儿我们不得蒙个答呀。狭路相逢，终等不到，终不到流年。到昨天。行，非常完美。等不到昨天或明天。我提醒一下，
你现在在唱的这句依然是刚才周薇给的读出来的词，我要的是还后面那一句。还要啊？哒哒哒噔噔。对，就我要的是这句。就要这句是吧？对，我要的是这句。我们一起哒哒哒哒哒。他们全错，就一起伤心一起流泪吧。一起伤心一起流泪流泪。也可能会一起淋雨。一起来听歌，来。什么的红线。手心突然长出纠缠的曲线。哦，不是红线，曲线。王牌家族接受惩罚。稳稳当当，稳稳当当的。谢谢。什么东西？拿过来，拿过来。工作证。这是我们工作证上的那个东西，什么时候好走的？刚才谁落我这一个工作证？腾哥跟我说稳稳当当的，不用抢，我就没抢，来往这一躺。不是我那节奏该后来应该变快的。下不为例啊，下不为例啊。哎。这个环节是我跟我的好朋友一起演的。而且你知道刚才我们休息的时候，我们一对一对都在聊天，就他们俩就很那样。这是我都出来飘一个多月了，你们两个特别想要号召，隔一米。我看他俩好像都不怎么说话。你看离得特别远。来聊点啥？哎呀，好难找啊，共同好难找共同话题。来，加油！嗨。你见过朋友这样吗？两个人准备好了啊，第一组藤笛组合来比划，其他三组来猜啊。来，三二一，请出题。哇塞，这个我来前面那个六个字。猫和老鼠。汤姆和杰瑞。不是，五个字，六个字。是不是大脸猫？大脸猫，大脸猫和蓝秘书，大脸猫和蓝秘书，蓝秘书大脸猫。完整先说出答案的是花花，他们捡漏是吧？耶、大老师在那儿，大脸猫，我是个结巴，好吧，对不起啊。蓝秘书，没看过，我也没看过，会有好多我们没有看过，根本猜不出来的。下一题，来发大招，发招，四个字儿，项羽虞姬。你们看他，主要看他。扣一生日，为什么扣一是连发的呀？这个是普攻，来个大招，来个大招，来个大招。扣一是谁呀？嫦娥奔月。扣一嫦娥。贾玲正确。扣一和嫦娥。啊？他不一定是典故的名是吧？不一定是。好，下一题来了。哎，我演后面的，你演前面的，四个字。后面那个我会，前面那难。这是干嘛？《神雕侠侣》。不是，啊，前面那个是。金毛狮王。铁扇公主。你在干嘛？这啥呀？这是？这什么？吕布貂蝉，正确。吕布貂蝉，什么东西？我历史老师啊，我贾玲可以。Oh no！ 好，新的一题来了。哇，这个，你在干嘛？星星来了，星星来了。金刚，五个字啊，两个人。美女野兽，看这是谁？此时此刻，此时此刻，金刚和谁？金刚与美女。
金刚和一个很刁的女人。刁的女人，刁肯定是很刁了，很刁，也很刁，也很刁。二不仅彪还二彪，金刚和是那个姐是不是？是华山宇和我。不对，第一个字大月亮圆，第二个字唐大唐大唐经理袁弘张鑫，大唐经理不是哦，没有大唐大唐经理啊哦，我一直在演你。你给我走开，我怎么是这样子的？二姐，你看你现在胖的都完全可以当常驻嘉宾了。骂谁呢你？你说谁呢？别假装打我。谁头套都崩开了，你好意思说我啊？你回去的时候倒着回去啊，倒着回去啊。炒米丝和山菜，我看到题了。过一题，过一题啊，过一题。啊，哎，他给腾哥累的，他变成腾哥耳了啊。哦，刘德华，刘德华，刘德华，后面那个是大猩猩。刘德华跟前方。咦！给我一杯忘情。刘德华，贾玲。标注人物关系。贾玲，你看完刘德华跟你之后，你都忘了他怎么模仿你了，对吧？他这是个什么？是不是？怎么回事？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哇，我演不动了。成功了，表演得很好。咱们这节目录得跟早市似的，哇。这不是好朋友，能演出这样？哎呦，能配合这么默契？镜头停了吗？停了。答题的三组，刚才表现最好的是大老师和贾玲。哎，主要是贾老师啊，贾老师历史好厉害。哇，来换一下啊，换一下。小童和吴磊到你们比划了。小童和吴磊，师姐师弟组合哈、啊。考表演啊。那完了呀！那完了吗？那完了呀！电影学院组合考表演了，这没底吗？出大问题！好，挑战开始。啊啊！怎么就坐着了呢？求坚持！枣蝴蝶，真的是枣蝴蝶！求坚韧！求坚持！钻木取火，七夕大法，七夕公主，大家都特别爱喝，女孩特别喜欢喝奶茶，奶茶，珍珠奶茶，珍珠奶茶。杨迪正确，杨迪快了一丢丢。好，三零，五个字，来吧。哼，争气了，傲娇女，第一个字对了，帅哥傲娇，傲慢与偏见。二姐正确，让他们演会儿。这样，你们再演一会儿，我看你们怎么演偏见的。来了。偏见啊，偏见就是，哎，哦，就是对有人好，对有人不好。对，偏见不应该这么演。对，你应该拿偏见不这么演不就完了吗？对啊，偏见，偏见哥，这也太偏了。有请王牌女郎狒狒用 vivo X30系列 5G 手机，给你们来留下游戏中的精彩画面。这怎么演啊？哟，不是很好猜哎。没事，考验他们的时候。没事，杨迪都知道答案，他背好了。少来，大正。他是一个剧里面的一对角色，然后那个剧是这样子，特别经典。滑板。苦行孙。仙剑奇侠传。对。第一部李逍遥，李逍遥赵灵儿，杨迪正确。哎，我不知道赵灵儿，花花就活活被赵灵儿给憋住了。这一次我确实剪了牙。这个不是人名了，四个字儿。魂斗罗，突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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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顶，突突突突。
鸳鸯火锅。对。哎呀，你跟谁突突突突突？太厉害了，这个。那应该是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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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开的猛，突突突突突。我还想拖拉机。这我要不投题，我真猜不出来。袋鼠，小蝌蚪找妈妈。哎，你是谁？你是啥玩意儿？在树上的。猴子和鱼。哎，你在干嘛？刚才有一个那个。有一尾巴。松鼠嘛，它是松鼠嘛。对对对对，前两个字了。我。什么？松鼠鱼？松鼠桂鱼？松鼠桂鱼？对。哇，松鼠桂鱼。这是人间的春风。小童，你犯的是同样的错误。这就是泥鳅，这才是鱼。那这是什么？不要跟我们腾哥较劲，他有偏见。接下来是猿辅导在线教育答题时间。七个字。第一个字儿，吃。对，第二个字儿，痴心。痴心妄想。痴心绝对。痴心少女，女字对啊，但不是在第四个字。不，你要演。对，我们演一下吧，演一下吧。我现在演啊。啊，花心。花痴女帅哥。好像演的不对。演不对，这个。你演前面四个，我演后面那三个啊。哼。就这个。痴心粉丝去接机。不对，完了，表演的分可能这学期没有了。前四个字儿，痴心已经对了。对，第三个字女也对了。痴心女孩。第四个字不对。女子对，女子对。痴心女子，负心男，负心郎。差不多，最后一个字不对。负心汉。对。我先说的，腾哥。为什么你对负心汉这么了解？讨厌。这一轮答对最多的是腾哥和杨迪这组。哇，你看看，够了。没有，主要是他不是谁大学同学吗？你快点给我给镜头澄清一下，所有看王牌的观众。好，来，不是。注意表情，这个澄清好。你给观众说一下，我从来没偷过题。杨迪从来没有偷过题。好了，不要紧。你不是我的朋友。接下来混合演啊，腾哥和贾玲来比划。关系一般也比划呀。大老师猜题真的像加特林一样。完，你看，永远加特林在扫射的时候，其实打不中那目标，你知道吗？把周围的建筑都给毁掉了。完之后，那目标还得跑。好，挑战开始。这个很好猜，这个很好猜。是什么？那个裘千尺吗？他的不想跟你说话。他的武器是怎么？裘千刃。裘千尺。我演那个。啊不，植物大战僵尸。植物大战僵尸。裘千尺不是坐在那儿吗？别别，你在哪儿？我在哪儿？不用，咋应该？啊，几个字啊？五个字啊。失败。星大法，火星撞地球，奔跑吧兄弟，再来啊，来啊，还开车呢，他是车。舒克和贝塔，速度与激情，速度与激情。为什么是速度与激情？为什么？前面是速度，后面是激情。杨迪，你真的被偷过题？我不相信，你不知道。真的偷题了。没偷题，一个人知识储备多都会被说。哼。
我就不用演了吧，你演后面就行了。蓝蓝的天空，海。这是谁呀？旺夫石。你这演的有点呆呀、啊。单，我这还单吗？老人与海。正确。咋还厉害了？你还说我演的单？对不起、啊。你这么快猜出来了，我恨你。我提呢？我提谁偷了？我提呢？是不是你偷了我提？我说我偷。四个字啊。你躺着。躺着，躺着，白马王子，泰坦尼克，白雪公主，啊，那个蛇，老人，农夫与蛇，农夫与蛇，吴磊最快啊，吴磊最快。还有吗？哎，好拽，嚯，这脸，哇。中风，画皮脸，流氓，道明寺，这道明哪儿寺了？这个，你是演，哇，什么？霸道总裁，爱上我，哦，咋猜出来的？我们俩演的这么差，这都能猜出来？你刚刚那个太不霸道总裁了，这还不霸道总裁啊？你那是霸道总裁。我以为他中风了呢。图片皮了，怎么了？这我俩字很难啊。哎呀，小偷，小偷，小丑。这就不用了，刚才那样就行。那样还看不出来，刚刚前面那个像。这轮答对最多的是小偷和吴磊。哦，厉害厉害厉害！不怪你们，不怪你们，题没背熟你们。接下来最后一组比划的是杨迪和吴磊一起来比划。来来来来，我们俩连金币都没有发过。来了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哇，八个字儿。你哦，你演那个，我演这个。哦，手风琴。神雕侠侣，螳螂在前，黄雀在后。不是，他是那个贝母，就那个。八个字儿，还有一个。仙鹤，鹬蚌相争。这不是鹬蚌相争。渔翁得利。对。二姐说的对。我说的是鹬蚌，我也说鹬蚌。你不就是结巴了吗？来下一题，五个字啊，五个字。铅球，什么炸碉堡？皮卡丘，皮卡丘。五个字。宠物小精灵，宠物精灵，宠物精灵。花花最快，宠物小精灵。费这么大劲，你看花花做的。对，就在这说宠物小精灵。关键是大老师越着急的越哒哒哒哒哒。新的一题，啊，七个字啊，七个字。照片儿，蒙娜丽莎，蒙娜丽莎都微笑，蒙娜丽莎，蒙娜丽莎都微笑，蒙娜丽。花花最快。大家唯一在前面，蒙娜丽莎的微笑。对不起，大老师，对不起，大老师。喂，120，待会儿过来接我好吗？我真的快受不了。120，待会儿过来。好，我们怎么都是这种东西？八个字儿，你也那个人好吧？哼，铁面无私，行为艺术说。哎，脾气这么不好。我的野蛮女友。八个字儿。点我打屁股。第一个字是我们是人不犯我不犯人。对，花花正确。哦，好有文化，我们这组。聪明。七个字啊。哼，京剧。哎，是个女孩。霸王别姬。
英雄难过美人关，正确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哇，杨迪这么烂的表演你都猜出来了，你把纸条给我给我，我真没给我拿出来。我今天这怎么看出来的？我真没。英雄难过美人关，因为他美人嘛，美人嘛。但我前面一直猜的是什么霸王、魔王什么，但我猜的是美人。英雄难过美人关，哎呦，厉害的。最后一题，最后一题啊！八个字儿啊。牛魔王，横眉冷对。哇哇！千夫指，千夫指，不是分波霸和霸波分。猪八戒，孙悟空，顺风耳与千里眼。烂七八糟，你演的是烂七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涛哥，涛哥去借用一下。我演哪个？蹲地上，我蹲地上。二郎神，哮天犬。哇！啥？北京电影制片厂。这个不错。是什么呀？你们演的是啥呀？那是啊。哎呀，你想一下，我是一个狐假虎威。老虎。不是魔鬼。魔鬼。你对，第一个字对了。冲动是魔鬼，八个字儿。妖精，我对谚语。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哎呦我的天啊！什么北京电影制片厂？这轮经过最后统计，答对题数最多的是花花和二姐。接下来马上进入本场第一轮王牌现实问天浩挑战，开始。接下来马上进入本场第一轮王牌现实问天浩挑战，开始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打。蹬腿了，蹬腿了。你有一个明显的击打动作，所以你现在只能停留在原地。小童来，来。他在摸缝，你们看到没？哦，这个方法好，他在摸缝。这个小机灵鬼。哎呀。哎呀，白夸你大长腿了。哎呦，你俩真的是很对称啊，就好像是多出来俩瓶似的。加油，星辰！我这么快吗？好快，速度！哎呀，这是个游戏高手啊！哎呦，哇，好帅！好，现在三轮过后，两队比分依旧是0-0。这么难，我来。啊，你来啊，来来来来来来，花花有点太好胜了。花花说：“这么难吗？”我来。花花体育强。冠军华晨宇。哇！这么花人。冠军。哇，非常准啊，也是在摸凤凤哈，我摸两边。哇哇哦，他这摸得太好了。哎呦我天哪，他手都没离开的过那俩缝，我天哪。厉害你也太牛了。花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击打，花花可以离开场地。可以啊，上谁上？我上。现在压力到了时光旅行队这边了，来我们看一下杨迪能不能反超比分。我对我们组杨迪特别的有信心，因为我总觉得他出其不意。哎，测距仪。哎呀，他会打到我。搞得能看见似的。
挺自信。哇哇！不是杨迪。等一下，我在哪儿啊？你在，你还在场地内，我只能这样告诉你。是，我不是，我感觉这儿光源很黑。感觉他还能感觉出光源。我再一下，我应该可以击打了。差不多，我也觉得差不多。这儿吧，这儿吧。可以击打了吗？击打啥呀？这。这啥东西啊！等一下，这哪儿啊？你还没有击打，所以你还可以继续。等一下，我还滚。这个杨迪，按照规则你在原地不能动。杨迪，你依然可以用你的全力来干扰对手。我干扰谁啊？谁会到这儿来？干扰谁？我可以。哎，我笑得肚子痛。怎么样，亮哥，够不够出其不意？你真棒，你真棒。我来了啊！咦哎呦我天哪！没问题啊！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没有，我不信你们。等会儿我的中锋怎么跑了呢？这扣到了。你说这点刀具抠坏了，没有缝儿，生抠出了缝儿。往这边坐一点，是吧？我要干扰，我要干扰。这边这击打的声音就在这里，我明白了。这是正中间对吗？没有人能够回答你，你只能靠你自己。什么啊？什么叫明显的击打？让一下，大家都让一下啊！我你嘿。咱们几个，咱们一个没有，咱们没有，我们没有，全军覆没。现在靠你了，亮哥。亮哥来是吧？我就简单一点吧。我这样，我只能启动我就这么多年隐藏的声呐了。声呐，多简单啊！真的，这不真的很简单。亮哥，别放话，别放话，小心到这儿来陪我。来了啊！信誓旦旦的说：“这有什么难的？”贾乃亮来了。全中哎！哇！哦！厉害！你看，就一不能犹豫，不能犹豫，不能犹豫。哎，真是太厉害了哈！小伙子，小伙子，我咋他妈那么不服气呢？来！神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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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神腾。他是百亿票房男神，他曾经是保龄球的终极杀手。快看，他脱鞋了。难道他要使出熏鸡这一招？我的颈椎不太好，所以我滚的时候可能会
看。看两眼说。滚。哇。哇。哎呀，你从哪里来，我的朋友。我刚才碰到了。我。我怎么在这儿？我告诉你，你又起步了，你又起步了，太棒了！哥，我都没动，我还在我的位置上坐着，我们是怎么相遇的？来，再次出发。哎，我这不算啊，我没进场地啊。来了啊。知自己，可以，漂亮，哥，再翻两次。贾玲姐，别说了啊，只有我们能说。击打，杨迪在那儿呢，我翻的没错，我方向没错。哎，小童，我不躲，我，哎呦。哎，倒了一个。哦，腾哥你好啊，欢迎光临啊。哎，哎，我倒了一个。倒了一个。你知道咱俩什么区别吗？是我可以回去，我倒了一个。看完了贾乃亮，再看沈腾，有点心酸呢。啊，韩雪来啊，来加油！哎呦妈呀！不错，可以。韩雪的方向感还是可以的哈。是哈，他方向感是好。就按照自己的方式。只有我一个往这边翻是吗？你看你看我就看着我就。是的，这又是什么？啊！这是什么鬼？啊！垫子去哪里了？没有垫子了，都翻出去了。啊！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我应该选个方向吧。你们别闹，海雪彻底懵了。哎，不对，啊！可以，哎。哎，你们在这边。对，你先过来。然后呢？然后你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好的。对。哇哦。这边对不对？来了。我们已经准备好为你鼓掌了。是不是我？哦，那我就可以最后了吗？来一下，学姐，来一下，学姐。沈腾老师，沈腾哥，别闹。这是谁？啊，我翻到小童这里来了吗？什么鬼？韩雪姐一个人经历一场冒险。啊！杨迪，你在这里对不对？那我是不是应该往你那边翻？你往前再击打，往前扫堂腿，往前。
一二三，扫堂腿，扫到了，可以。什么鬼？看一下，这是他们留给你的。好了，这轮比赛已经结束了啊。那由于王牌家族破坏游戏规则啊，所以本轮时光队胜利，最终两队1-1大平。哇！啊，第一轮马上开始了，这一轮我们要猜的是经典的词语和词组。这场下来以后，这果盘一会儿得换。给我们留点果盘，我们还要上来猜呢。这样对于站在窗外的两个人公平吗？你们有没有发现，你比划我猜这个换了好多个情境啊？你说那玩意儿说的，游戏千年不换，景儿再不换换。全都准备好了啊！来，开始。呆若木鸡，还没演呢，没开始演呢啊！两个字，两个字。第二个字。咦！金刚，猴子，泰山，悟空，牛魔王，龙，恐龙，飞龙。双龙戏珠，成龙，成龙，正确。这都能猜到？成龙？为什么呢？成咋来的呢？我还没来及演成呢，就成了，就成了。他们有默契，人名往人名了猜啊。这是第三个字。李小龙，李小龙，正确，正确。好、哎啊，厉害，果然没有 get 到他们的点。你这什么点？来、啊、下一题。这个表演你们一定似曾相识。这该不会是龙吧？今天这个字儿出来几次了？这个字小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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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龙人，正确。哇，厉害！来下一题。三个，每次都要用那个手势开始是吧？一，猪八戒，宝，包贝尔，至尊宝。韦小宝，韦，宋小宝，正确。什么？宋小宝，宋小宝，宋小宝。韩雪姐，你是不是觉得完全没有宋小宝的影子？你们这都什么默契呀、啊？真是的。哎，突然发现今天变得厉害了。我发现只要给花花喂点吃的，就真是厉害。脑袋转得快了。洗头，护发，卷发棒，卷发，卷发，包租婆，包租婆，正确。来下一题。这太难猜了，这个就不是人名了啊，这个不是人名了啊，终于不是人名了，五个字了，
哇，羡慕，羡，羡慕，羡慕，羡慕，羡，羡慕嫉妒恨，正确。什么？李小龙。First blood。宋小宝。Double kill。包租婆。Triple kill。小龙人。Wardra kill。羡慕嫉妒恨。Penta kill。正确。他开挂了。开挂，开挂，开挂了。哇，这是我觉得我玩的最厉害的一次。太厉害了。真得给你喂吃的，你知道。有没有发现我是直译特别强？花花帮总结，你是失忆特别强。继续演，继续演啊！还有两道题啊。海盗船，秋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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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荡秋千，正确。荡秋千就对了，哦，厉害厉害！我们没有瓜子也可以，我们有点技术情况。我们果然能 get 到他们的点。你们这是什么点？大耳朵图图，耳格，耳罩，耳康，抛弃队友了。你听我的嘛，哥。格，耳格，隔墙有耳，腾格尔，截胡了，截胡了，这题，截胡了，耶。耳格，我一直在想耳康耳格。好，统计一下两队的成绩。完爆啊，他们应该是对了一个，绝对俩，绝对俩。这一题暂时领先的是王牌家族。开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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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挂了。抱歉了，也是头一回我们这样。让你们赶上了。你们什么默契呢？太写意了。你们回放一下这几季王牌对王牌，你们才能知道自己有多弱。我建议以后游戏环节都给花花备点吃的，就发挥这完全不一样。是，平时这花花就是饿的。请发出90年代的声音，就是这个声音发出来，你一听就知道是那个年代的。啊，贾玲，从你开始。我这小霸王其乐无穷啊！小霸王，对对对，这个是的，继续。韩雪在想，赶紧想，赶紧想，赶紧想。哎哎哎！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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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坦克大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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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对对，是是是是是是是，一看都是高手。那小白，蜡笔小新，妈妈，你回来呢？是九几年的。小白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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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什么？根本听不出来。当当当当，超级玛丽。玛丽是我们这边的啊。玛丽姐，棒棒，啥呀？一锅爆米花。啊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这个真可以，这个真可以。我来一个呀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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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洛桑，洛桑学艺，那个时候超火。啥？不是收音机？啥？收音机调频的那个，嘶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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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声音。这个啥时候都有？对啊，90年代我们才大家。90年代尤为显著。对，没错，那时候调广播调台的声特别是对，学的特别像。对，你这个太牵强，不算。继续。收音机有了，烧开水。
鞭炮吗？电视机，雪花电视。对，不像。你都猜出来了，你还说不像？学的太像了，这个真的学的太像了。对，这个真的，我的妈呀，真的。我仿佛看到了是那台电视。我都沉浸进去了，真的是太厉害了。苍天哪！继续，砰，砰。这贾乃亮这个就不知道是什么了。二踢脚，真的很像。别学我。过年放烟花。对，差不多那个年代。啪，小鞭儿，这就是真相，这个像，这个像，像像像，必须懂。对对对，厉害厉害！你们好多准备哈，有的是，啥时候都放小鞭儿。冒牌家族这题没答对，我重来一个啊。哦，摩托车。的摩托，哎呀，太厉害！对对对，太厉害了！还在踩的一脚，啪啪啪，啪啪，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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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没有人夸腾哥学的像，腾哥又学一遍。刚才我怎么捧你的？接下来换题了啊！我们请王牌女郎狒狒来介绍一下本轮的规则。本轮游戏规则，两队分开入座，根据给出的问题以接龙的形式回答，谁答不上来断掉了，就全队接受喷胡须炮惩罚。好，这轮座位换了之后，两队要比赛接歌，根据我给出的主题来进行接歌。我的要求是，请唱出歌词里有不满情绪的歌。举个例子，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，超不满，对不对？就这样的歌。王牌家族，谢谢你们这边。你伤害了我，还一笑而过。好生气。到你们了，时光队。慌慌张张，匆匆忙忙，生活不该就是这样。难道说活着？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。不满，很不满，很不满，只觉得自己被王八比过去了。这是一种不甘，但不能是不满。我觉得你看他八十了唱这首歌那叫不甘，现在就开始唱这叫不满。对吧？时光队。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哎，好听。那人家说是，那你不就满意了吗？你把它唱成愤怒。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对对对，有了。想要飞却怎么也飞不够。哎呀，太瘦了，这也真是。如果说你要离开我，把我的照片还给我，对吧？啊，可以可以可以。蓝天的窦尔敦，当羽毛，蓝天的窦尔敦，夕阳红了。哎呦，这首歌最后还有一个哇。时光队，你总是心太软，心太软，这是恨铁不成钢，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。你这是夸人家呢，这有啥不得劲的？这个不算啊。对，不是对你不满吗？你总是心太软呢。啊，你为什么所有的问题都自己扛呢？不是，你这个像一个那个知心的大姐姐。对，你总是心太软，你咋能所有事自己扛呢？就是啊，那拿我太不当外人了，拿我当外人了。喷，跟必喷。继续，那个一来，如果你不喜欢听我的歌，请闭上耳朵。哎呀，这个太烦了。如果你不想听我的歌，如果你不喜欢听我的歌，请闭上耳朵。哎呦，我是这样的。哎，这太烦了，这个。这首歌以前花花写的时候，就是为这不满写的。可以，时光队，我来。哎呦 ，everybody 在你头上暴扣 ，no fly， 我根本不是爱豆。管你什么想法，我是我自己的表达。
沉默不是代表我的错，分手不是唯一的解脱。刚刚还那么洋气，对，刚刚比较洋气，突然全是网络歌曲了。现在，我有我有，当初是你要分开，分开就分开。这可以，这可以。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，直到现在我还默默的等待。怎么还等呢？没有，还等？不是，那你自己等呢？你赖谁？好了，这轮答题到此结束。花花，我的腿很长。这是小童的答案才对。我帮玲儿想了一道。我不想听，我半天我就在想我怎么避开你说的那个答案。我不。什么答案？我的天，还吃。还好。绝了。贾玲，你边上的那玩意儿还能生咽回去啊？我的腿很武当。我就不说那个。武当五道口。口不对呀、啊、我的头好长。谁是长头啊？我的头好沉。哎呦，接在姐姐后面显得姐姐思维特别的凝固。我等趟火车。哎呦，可以，非常好非常好。若云，我弟他，你弟还不错，你弟还不错。我弟他好丑。弟弟做了什么？我等太好吃。我的糖好吃。哎，对，我的糖好吃，行不行？哦，这还可以。我的汤好吃。哎，好。腾哥，我的汤。你是天津人，汤山人。我也可以，不是我的，你也可以想想别的词儿嘛，对吧？可以啊。 Word 你可 Excel 呢还 Word 我答题好菜。我答题好菜。哎，换词儿了。换了啊！斯特伊德沈腾要大蒜，一打三，哎呦，沈腾一打四，沈腾一打十，沈腾一打死，一打就死。也行，不禁打。沈涛一对三。我打了一对三是吧？沈腾一对四。了不起。糖上糖要抖擞。上糖要抖擞。练好。哦，衙役们精神好的那个感觉。花花。沈腾有点帅。哎，哦，花花这个说得好啊，倒不是说对我的评价，我就是觉得智慧。还有最后一题啊，继续看题。贾玲，以后是北京啊？那现在是哪儿呢？之前是北平。哦
我现在在杭州，你以后呢？以后是北京吗？算了，这就算了。哟呵，三杯鸡。三杯鸡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若云，我这个得带 rap 的 ，rap。哟，还是北京。哦哟。哟，还是北京。贾玲。那我这个带人物性格的哟，还是北京。那我也那哎，不错，我觉得不错呀。那你这里是？哟呵，是北京。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花花，哟呵，上北京。野火烧不尽。哎呦，花花，哇，哟呵，上北京。你看看花花小学功底多扎实。大比分获胜的是王牌家族队。小苹果是吗？小苹果是吗？苹果怎么不会错吧？你是我的，确定吧？我就给我答案吧，我就让你听了吧。好像是。相信一下自己，你不要被腾哥打击了两下。我今天感觉这回我发现了，鼓励一个孩子的成长有多么重要。来，什么歌？王牌家族。家住东北。前奏都好像有很多种能够。什么燃烧卡路里？三。小苹果，二，小苹果，一，小苹果，听一下是不是小苹果？是小苹果呀，我花花唱过，不是，改编版了，这是，你们搞错呀，改编版。出这变成脑筋急转弯了，花花，这谁上哪儿想去？不是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跟你说啊，跟你们几个说哈、啊，如果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让他们自杀，我们别按了，我们别按了。哇，我们有把握，绝对把握就按，有把握就按。对，听歌。浮夸。陈奕迅的《浮夸》对不对呢？听一下。歌词倒放第一句，请说歌词。纤维在管进美太也。你演什么？花花，也太美，也太美，尽管再危险。下一句是，要接唱对下一句。所有人黑着眼眶，熬着夜。对不对呢？听一下。也太美，尽管再危险，总有人陪着眼眶熬着夜。是那个谁，萧敬腾。萧敬腾的。回答正确。这跟肌肉没关系。小虫在那儿，人家都是萧敬腾。王菲，萧敬腾。萧敬腾的王菲。王菲。萧敬腾的王菲。还说自己在这磨磨叨叨的，人家都说两遍萧敬腾了，磨磨叨叨，我这拿眼睛瞪着好几轮。下一题，他了有上心啊人的浪流，那你心什么的浪流是流浪是什么什么流浪？深深浪流的浪流，流浪的人啊。你们要接唱出刚才给的歌词提示的后一句歌词。浪流，流浪的人，流浪
流浪的人啊，在外头。夜夜夜回来。对对哒哒滴哒哒。你们这个吧。不是那个，不是那个，不是那个。啊，不是这个吧？下一句歌词是什么？下一句歌词，亲爱的妈妈，亲爱的妈妈，到底对不对呢？我们一起来听一下。流浪的你啊，心上有了他，千里万里你也会回头。你说的是对吗？不错呀，完全不是一首歌哟。错了错了，音乐家族接受惩罚。回事啊？我也没打开，坏的！我你这坏，我这更完犊子了，这个花花，还不如挂衣服。我们怎么都抢不到啊？咱发伞的时间，咱发车发半天了，伞才出来，咱上哪去啊？啊，本轮的规则是两队轮流派一名画，其他人来猜，猜对多的队伍获胜啊。啊，在考验各位特工破译能力的同时，也需要来考验大家的观察能力了。我们来看看啊，谁在做奇怪的动作。来，第一轮人名题，鹏哥你先来画。嗯，沈站长。沈老四，你也有今天。沈四站。来，请出题目。要画啊，不能说啊。这么严肃。他还关键不会画。Go。圆。毛。人名。是个人呢。沙溢老师。我的头发就这么四根，四五根。丁老头。丁老头。沈腾。不对。这个画工实在不行。葫芦娃，葫芦娃爷爷。你老在他嘴那儿。对，他的嘴那是不是有点什么问题？这人嘴有点凸，嘴歪。谁嘴歪啊？杨迪。这人大家都认识吗？请问。都认识。这个给我们一个范围吗？偶像。花花。我。郭富城。刘德华。刘德华长这样吗？花花也不长这样了。哎呀，这真是从小，你说你画画你练练呀，你说你又是一张脸，又是一个耳朵，不如刚才那张脸。这个啊，发型还变了。发型这不是你本人吗？我画的这个表达的是一情绪，我只能看出他不怎么高兴。一个不怎么高兴的演员，马景涛。马景涛，难吗？难。觉得这个难？你老擦它干啥呀？这不好。为什么呀？这个步骤很重要，一擦，一，吴。吴亦凡。吴亦凡。正确。等一下，吴亦凡要哭了。烦啊。这个烦啊。实话实说啊，你这个站长的位置啊，就这么传递应该会降下来，应该待不了站长。我们站长就一个人。哦，第二题来了，第二题来了。哎，你就是你别画人了。我画啥那是我决定的吗？是那么题词版决定的好不好？他在画动物。兔，骆驼，恐龙，这狗吧，狐狸吧，这是耳朵那么尖，这是什么？独角兽，这是马。
这是一个内容吗？马没了，马没了，马冬梅，正确。啊这就是默契啊。对呀，就腾哥有一个绝招，就是把它擦掉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传递的量。对，又一题。怎么了吴亦凡？羊羊，这是个啥？我想知道怎么看出是羊呢？那不是脚吗？起码看出来这是脚了。好丑，不管它是什么，它都好丑。杨幂。杨坤。杨颖。杨千嬅。杨紫。都不对啊。杨超越。他还在画，这是画什么呢？画了两个人。羊拖俩人啊。两个人代表什么？杨子姗。两个人代表杨子姗。他还挑咱毛病呢。我们努力的在想都谁姓杨。不一定是姓杨哈，不一定是姓杨。名字里有杨。易烊千玺。正确。你易烊千玺，你整出个搬家来就千玺了吗？一只羊牵着男女在一起是不是喜啊？哎呦我去！哎，到目前为止，精英特工队答对过没有？没有。太难了！你们王牌特工队，统一上的美术课，这美术老师教的好啊！思维逻辑很重要，你为什么非把你的精力落在我画的东西像不像上面呢？是。哇哦！这个我希望大家是抢答啊！哎，好嘞。那得你画的像才行啊。哎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足。左。杯子。Baby 啊？不会吧？啊，这是玉米。李宇春。但是真画的不像。嘴吗？这是谁的名字里有嘴呢？没画完还有。山。张一山。不对。风。李易峰。不对。哎都绝望了。你让其他的站长都绝望。这个猜不出来，我稍微有点纳闷了。是啥呀？我美术生涯里面画的最像的白菜。蔡国庆。蔡徐坤。对。徐是什么？徐。这个虚要不要再有一个手会不会好一点啊？非得往外吹，我就不是一样吗？昆是什么？昆仑。昆仑。你好意思说这是昆仑？我也没法画呀，那玩意儿。好，腾哥作画的时候啊，我们的王牌特工大比分领先，接下来 A 站长到你来画了。来，精英特工要加油啊！那这样，我去祖峰跟一维那边坐着吧，主要那边也不太能缺那个女歌唱家。我过来了，我过来了。我们就缺一个你这样的。我画画也不咋地。是吗？你不用担心，你大胆的画吧，还能有腾哥画的差吗？这个很好猜，这个不难，这个不难，特别好猜。王冠。国王。黄晓明。黄健。衣服。国王的新衣。不对啊。这是什么？这还猜不出来吗？等会儿最后一个。黄一博。黄一博是谁？黄什么博？王一博。王一博是对的。为什么是博？你最后像个地雷啊！
后面那是博士帽吗？博士帽啊。中间那个为什么是一呢？感觉像箭头有点。衣服啊，这领子没画好。但总体来说，画画的基础比沈站长那可是强不老少。但是这衣服，说实话啊，你还敢质疑别人的作画？不是，腾哥主要跟 baby 不是一个流派的。腾哥抽象派，抽象派。对，有请王牌女郎狒狒用 vivo X30 系列5G 手机给你们来留下游戏中的精彩画面。哎呦喂，这个。哎呦喂。怎么了？哎呦喂，我来画一个啊。哎，侧脸了。哎，侧面画的不错。侧面画的不错呀。哪吒。我觉得是像的。小童。啊。啊。哇，这个像。像。花花嘛，这是花花吧。花花。花花。华晨宇。不会是我吧？不会的，不会，不会的，不会，鼻子没那么挺，眼睛呢？头发呢？哪像？那这个是造型啊，然后现在画名字啊。造型是托尼，这也是羊吗？不对，这个是鹿，鹿，鹿，哦，鹿晗，周站长第一个答出来哈，周站长。哎，画的多好看呀！这个是挺好看的，挺好看的。怎么一画鹿晗就突然提高了呢？那你要不要反思一下自己怎么画的吴亦凡呢？鹿晗跟吴亦凡确实差的有点远。急死我了，我怎么猜不出来了呢？你不是这个流派的，不是这个流派，你是我那流派的，你是看我的画长大的。都被沈老四害了。啊 ，OK， 右侧了，侧脸啊，韩什么韩？这是什么韩？长得一样啊。哦 ，baby， 刚想夸你一下，原来你画漫画就这一种风格。张韶涵，关晓彤，花花花，正确。请问华晨宇吧，应该是。对，我有真名吗？我花花正确。你不行，你快告诉我，到底是三个字还是两个字？三个字，三个字。三个字真是华晨宇吧？花花你也正确了，你现在都这么没原则了是吧？你先告诉我这两个答案有什么区别？一个是爸妈起的，一个是粉丝给起的，那是不是一样的重要？你问了一个送命题。啊，这得各加一分，好不好？都算对，都算对啊，都算对。相当于没答一样。最后一题啊，最后一题。嗯，这个可以画一下。还是那张。胡王白菜吗？人脸。哎呦，沙僧啊，唐僧。没头发呀。戴帽子呢吗？不是。哦，这个是啥？厨师。哇，这是什么鬼？就画完了这人。戴帽子的一个人。发型嘛。沈腾。这是沈腾。沈腾。谁猜的？这咋的？腾哥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花花，哪一笔的精髓你看出是你腾哥来了？这发型一看就是腾哥，真假的？很像啊。我画的还是有点精髓的吧？这挺厉害，这挺厉害。好 ，baby 也画完了。画完了。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哎，这轮领先的还是王牌特工队伍。啊。哎。下一题是成语题啊，祖峰老师来画啊。哎呦。你们会真的知道什么叫画得好的，真的期待哦。你看，哎，你看见没？祖峰老师这个背手，教授级别的，多帅气！我天，开始了。先画一正面的。他是胡子吗？笑口常开。牙，笑掉大牙。兔，这是兔子。唇亡齿寒吗？不对。
血口喷人，正确。血口喷人。左文老师，先别擦，刚才周一围吧，把你捧得有点太高了。这张嘴强调的好像也不是血吧，强调的是喷嘛。下一题。哦，苦思冥想。哇，一帘幽梦。哎呀，电视剧看太多了。一言九鼎，一斤呢、啊？九九九，一诺千金。不对，这个不对啊，这个不对啊。斤，斤斤计较。千金，千金难买我乐意。哦，一跪千金啊、那个西夏黄金，荆轲刺秦。不对，有钱能使鬼推磨。这是个动作、啊。我知道了，千金求子。求子，你那都电杆子上的广告了，都是，那都啥呀？那都是啥呀？这不像吗？哎呀，我天哪！这个是对的啊，金是对的哈。还有一个辅助这个标记的，这还不是千金求子？他的肚子。我先问一下，这个成语我们知道吗？必定都知道。不一定哦，考虑一下我跟腾哥的文化水平。你把这个放到这儿可能会好点。哦，负荆请罪。哎呀，厉害！哇，藏不住了，完了，暴露了，暴露了，暴露了！我也是个文化人，这么难的成语我都会。最后一题，最后一题。哦，太难了，你用谐音话也行，或者你演呢。不不，那还有一个游戏呢，等会儿。你可曾知道我们有个游戏叫传声筒？悲喜交加，哭笑不得。哭累雨，梨花带雨。哎呦呦，不对，最后一个字，最后一个字，泪，最后一个哭啊，抹泪，哇哇大哭，这是第几个字啊？第三个字，第三个字，鸟，鸟哭，鸟，确实很像，哎，人哭，孩子哭，这个你们懂吗？刚才画过，孕妇，怀胎十月。哦，那孩子出生了，有一成语叫什么？哇哇大哭，这是一个动作，生生。然后那第一个字就是，第一个字来了啊，笑声哭，乐，乐极生悲啊，正确，乐极生悲啊、哦，正确啊。哎呦，一听到一伟老师的答案以后，显得我们没有文化的哟，笑声哭。腾哥，我就是感觉明显两队啊不太一样。我们属于聪明，都打吴亦凡、鹿晗，然后那边都是有文化，都是相对的。各位，接下来猿辅导在线教育答题时间，我们要猜的是歌名。沙站长，到我了，到你来画。歌名啊。第一个啊，哎呀，哦，这个难了，这个难了，哎呀，这个难了。你那水平能给你出啥难题？你快点的吧，别给自己加菜了。这真难。第一个字啊，哎，好嘞。这是皇皇上，国王，国王，哎，差不多啊，接近了，王妃。不是不是，皇帝。国，看着啊，关键的啊。胡子，沙僧。身上有剑，
哎，国王与剑，这是剑，好，王剑，国王的宝剑。我看着答案我也猜不出来。哎，好，第二个字啊，行，这不考虑了啊，行，这不考虑了啊。第二个字啊，主要看第二个字。一共两个字啊，这首歌，但不好画。有这样的，然后，哎，剑操。第二字对了，第二字对了。曹操。正确。啊？谁说的？曹操。对了。曹操和。下江斑驳，月光太温柔，曹操不如说一心要那曹，前面是曹啊，曹我本来想着能直接把曹操人物画出来，你拉倒吧，你自己啥本名人不知道，你还画曹操，我的天哪，曹是不是感觉到了是吧，曹感觉到了，我发现沙站长是画动画片出身的，对呀、啊、哎呀妈呀，哎，这容易了啊，这太容易了、啊，真容易了、啊。动画片又来了啊，简单化啊。下一步呢？简单化啊。纤夫的爱，泰坦尼克号。开船的人。不是，都不是啊。重点还没画。不是，这不是海了啊，这不是海了，这陆地啊。那个。梁祝。不是，没事。梁祝。看着啊，重点啊。对面女孩看过了，隔海相望啊，这个别忽略了啊，七个字儿，五指，七个字儿，指山外万泉河，不是山外泉河可以，也没山呢，七个字儿，七个字儿，七个字儿啊，画之前那个信心满满呢，关键来了啊，我一画你就能明白，哎，中间两个字儿，我再提示一下啊。中间两个字啊，八个人，八仙过海，八仙过海，对，有中间俩字过海，这个别忽略了啊，中间两个字过海，漂洋过海来看你，漂洋过海来看你，正确，对，漂洋。天哪，这真是纯靠猜出来的呀，这所有元素全有，海飘洋过海来看你，你看你可以那个非啥画个互相看呢，对，那把那所有我们的思路全扰乱了，应该看单箭头啊，应该单箭头是吧，对，这样就对了是吧，不错，太难了，太难了，膜拜膜拜。第一轮，我们的破译专家最终获胜的是王牌特工队。第一轮，我们请狒狒拿上要求，并且做一下简单的示范。和职业有关的歌曲啊，例如。啦啦啦啦啦啦！我是卖报的小行家啊，卖报的，别让他举例了，我们的答案都要被他举完了。准备好，挑战开始。从谁开始？小童那么自信，你看，剑指话筒。小童今天做一个 rocker， 来唱一首美声的歌曲。啊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，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面。警察叔叔。警察叔叔。咱们工人有力量，嗨，可以可以，那个啊，西湖美景三月天呢，这是啥呀，船夫，是船夫唱的歌，对，西湖美景三月天呢，算吗算吗，当然这标准答案呢，这怎么还算呢，船夫没毛病，你刚刚不是说你船夫唱的歌是吧，我唱个许大夫唱的歌、嗯、娘子娘子生得好美丽，他是大夫吧，是大夫，许仙唱的歌，对对对对，我来，你难过的太表面，他像一个演员，哦对对对，那个演员那个什么，你这是评剧吗，还是被调跑的呀，你难过的太表面，那不是个歌手，你不要唱，不是歌手，
你是个人，你也不能唱成这样。小嘛小二郎，背着那书包上学堂。学生，学生。Yes。是。嘿嘿。嘿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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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什么职业？这是什么职业？哦，牙医。猜猜猜猜再猜猜，牙疼了。牙医。换者。患者是职业吗？你就等他挨喷吧。真的是，真的是，我以为能有什么新鲜的呢，我还给你扑一下。我把你画成画画家，画家，对对对对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可以，这可以。好，我来。再把思念一点一滴化成雨落下。等一下，你知道你们唱过是画家，但是我在里面唱的是歌手华晨宇。那我唱到他们，这个算吗？当然算了。那这样的话，我能唱出一堆来。摇晃的红酒杯，调酒师。天天喝呀，小不是天天喝呀。好，我还有一个。等等，冬天的雪化成雨落下。又是歌手，你怎么那么喜欢我？对，那我也还有一个，想起来我那首歌，还有一首华晨宇，左手华晨宇，右手成鳞片，他还是华晨宇。他主题歌那么多呢。我想了个牛的，觉得您快来。哆啦鸡，哆啦鸡，宝洁，哎，你这个宝洁，它是朝鲜民歌，唱的是桔梗，直译过来可不是倒垃圾啊。而且多打我哥的脸，我哥上去之前跟我说，我想了个绝的。让我把你心儿摘下。医生手术，哪个医生是把心儿摘下？妈呀，那手术才难呢。大手术可辛苦了。好，我们统计一下，这轮王牌家族队是领先的。OK， 来，狒狒把第二轮的这个歌曲要求我们拿上来看一下。表达委屈的歌曲，示范一下。可惜不是你陪我到。你一定要把我们所有人的答案第一时间唱出来吗？好，谢谢狒狒啊，唱也要唱得很伤感啊。好，带着那个情绪把这个歌唱出来，不能硬熬的伤感啊。听见没有，对面不能硬凹啊。哎，等一下，不能硬凹，我们不是输了吗？我们的价值在哪儿体现？从谁开始？没关系，你也不用给我机会。哎呀，太委屈了，这么年轻，这么委屈。啊，越过山丘，才发现无人等候。好孤独，好委屈，好难过。那就这样吧。啥呀？哪样啊？没背来词儿啊，没背来词儿，但情绪感受到了，非常饱满。那就这样吧，算了。哎，我来，我想哭，但是哭不出来，等到思念像海。啊，这个还可以，跟一个王爷似的就下去。我来。你一定要这样吗？嘲讽我吗？这是？难道还不够明显吗？想问天你在哪里？我这是迷信问问题。你不用老瞪着我们唱，你还一定要这样对着我们唱？我们俩不同意。有了。夜太黑，还有什么人让我心着树伤？让我心着树伤痕，伤痕。你听多难过呀，你都听呆了吧？我觉得有些歌吧，就是歌唱家要不会唱，要不就别唱了。你又不像我们扛得住压力。别废话，赶紧五四。
心太软。你总是心太软。没了，就一句，这多唱一句，而且重复的。心太软，所有问题都自己扛。哎呀，太让人心疼了，太心疼了。一想到你我就……等一下，点点老师这个有点开心。不是，这首歌正好后面是空空恨，别梦就是很真的很难受，他空空恨都那个梦都已经别。说你的创作历程呢？死了都要爱，对，对，痛苦到最后不痛快，委屈吗？这样委屈啊，那不都宣泄出来了吗？还有什么可委屈的？委屈的是憋着，把这情绪压抑着。不委屈哪有东西去宣泄呢？你爱我还是他？这是问句，不难过呀。对啊，人家说爱你呢，你就不委屈了。嗯，还没得到回答，可以了，全军出击。已经不确定了，这是问答。不难过呀。已经不确定了，不难过呀。难受，不难过呀。不难受，不难过呀。哎，不要打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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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不要打架。你难过了吗？你难过了吗？好好好，来。我知道他不爱我。对，这算什么叫算呢？一定是。对呀。啊，那个，你到底爱不爱我？哎，又是问句，人要说爱你呢？不对不对，你爱我还是他？这是问句，你到底爱不爱我？这是委屈。这个很委屈。我已经感受不到了，我已经彷徨了。你爱我，你到底爱不爱我？这样比我说你不爱我，我觉得还要委屈，对吧？你太扯了。那喷雾呢？你睡着了？咱们犯的错误太多了，雾不够了。潘叔没唱已经委屈了。男人哭吧哭吧，不是罪。老张开车去东北，啥呀？撞了，撞了，不算。哦，你解释一下，一个人去的，不是，还后边撞了。哦，撞了，还撞了，还撞了，撞了还不委屈？你把撞了唱完。老张开车去东北，撞了。哎，难过。我跟你说，你那队唯一唱最好的、最准确就是那个。忽然之间天昏地暗，世界可以忽然什么都没有，怀念你，看多难过。快点。嗯，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怎么飞也飞不够。太委屈了。哎呦，我的天，好心酸啊。你怎么会有这种经历？我的妈呀，这个有什么委屈的呢？你这属于贪欲。嗯，一个小小鸟，你能飞得多高啊？鸟飞不高。你快去，哥，快去。你能飞多高啊？小鸟飞不高，对呀、啊。我那是参与，我唱的是小鸟，不是小鸡呀、啊。那猪也高了。我小，我是个鸟，飞不高都不委屈。伤害那么大，有没有？我想有个家，嗯，我想要有个家，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。老师，您可能需要大点的地方。对不起，那就跟你住，正好就不用太大了。好了，时间到了啊！经过最终的统计，唱委屈的歌。符合要求更多的是《王牌家族》。Yes!